你们卖的那么好，肯定是有原因的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它遮副乳，又对，对对对，完全不会漏，然后又遮副乳，对不对？而且它的裙很好看，穿就可以了。另外搭配也行，单穿也行。我们把它的这个地方做的就包身，不露副乳了，它是自己在圆裙幅度没有开到这里来，包得很好，是不像有一些背心里这样低头，就整个就露出来了，特别暖气的，因为它真的很显瘦。慢慢根据我的搭配去那个去拍颜色。